好，来，这次呢，我们来用这个拳击手在哪里？这里，这个八四还是来来乱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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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也算是后面的这个中魔王啊。我也是一样，平常也没在用，只是说带大家把所有的这个角色都走掉。哟，竟然没中，蛮会闪的嘛！哇，不错不错，好的开始。哟 ，SS 耶，碎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啊，他是拳击手啊，所以其实打到人以后蛮痛的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我自己掉下去啊？白痴！啊，真是的，玩得不好。好，再来。哦，这个双脚望月，望月双脚也是一个神秘的角色。哇，没中，他那个大招的判定距离很短。下去，这样这样。哎，刚怎么了？为什么我被他打到？奇怪。没中，啊，刚好掉下去，好了，也还可以了，耶、yeah, ，还有一个 S 啊，哎，我以为掉下去了，啊，大意，别还打了一下，不能轻敌啊，真是。这样，哎呦，我会对到自己。哦，有中哎！啊，血竟然还剩一点啊，没有直接用大招完结。好啦，哎，有 S 就不错了。喂，哎，哇，巴布罗森这样子脚这么长啊，看不出来呢。哎，我以为我是大招超大招出来的啊，可恶。脑筋，你不能游，你不能游，哦，哇，我还傻傻的以为自己可以冲进去，是不是？哇，哎呀！大招没出来 ，bash， 日文发音 A 都会念成 R， 所以它就是 bash。我刚那个
哇，有中，所以很少有机会用它摔人。哦，又中这张。喂，哦，对啊，它的攻击都很强，好像很容易把对方打死，都没办法等到大招。哎呦，跟自己打，加油！自己长得很高，所以这下应该挡着吧？哦，白痴，自己掉出去。哎呀，这种没有边界的，就是要小心这个。哎，伤脑筋呢。Bash，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想念 Bash。哎，没出来，哦，出来啦，好啦，打进车子里再走啦，这样会看到好玩的表情。哇 ，SS， 没败没败，哦，没有 S， 我想说 SS， 好像我两个 S， 才一个 S 而已。你哪个在故意？哦，中他的大招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哇，一打血就少一半呢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难得有机会瞪他一下，哎呀，应该要等着超大招，他的超大招不好出来，伤脑筋，我要先让他打，快点，接了，快点快点，再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哎，啊，大家刚有看见吗？他已经出来了，结果他的那个判定距离超级短。哎，啊，我竟然中他大招！哎呀，加油加油啊！我觉得这样还打不到，哦，不容易不容易，哇，哦，大招而已，不是超大招，不过还算可以了。哎，真是的。好，这样。哦。哎，我是不是坐歪了？主要因为有一些招式出的不是很好。白痴，距离他那么远，出这种招根本没用，都忘了。好，再来。这两个小皇帝好像这个是哥哥的样子。我前一阵子就有 po 的是他们的影片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，用起来比较不错，就没想了啊，来来来，接啊接啊，快点给你打。就好像是弟弟，我觉得比较不好用的。哎，哎呀，他刚那个就是他的潜在能力啊，就都没打到人，哎，伤脑筋了。所以是不是一些比较少用、比较没人用、比较没名气的，
这个角色反而好像大家比较有兴趣看的样子。那可能是一些角色大家如果都知道了，就觉得没什么必要看。哦，哎，哦，有了，对啊，我刚刚是不是坐太歪了？刚刚的又是他的潜在能力，他有出跟没出一样，边边也不会出现什么，你就只能看他能量条突然没了，然后判断自己刚刚有出出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对啊，你看像这种出大招，你还有那种，就是那种超大招，你还有那种出出来的感觉。他那个潜在能力就是超大招，反而出出来有出跟没出一样。我要就这个，就刚刚那个了，可是没用啊。哎，真是的，哇，那我这个要抓什么图？我前几个都满是抓我。出那个潜在能力的时候，当做封面的图，这个是不是？哇，凯莉那么厉害！刚就出来了啊，他怎么会突然就醒了？啊！对啊，想穿如果很爱跳，是不是这个就打得到？因为这个脚的这个判定，好像蹲下来之后打不到的样子。再让他打好了，来来来，再来，快点，哦，可以了，哈哈，就是刚刚那个啦，只是被他挡下来了，哇，厉害，哎呀，太丢脸了，加油啊！那么轻易就被人家挡掉，磨哈！他刚如果出那种对空技，刚那个就会把他打下来。没有，刚那个倒招又出来了，就也是没用。伤脑筋啊！连个普通大招都出不了，我有坐歪掉吗？奇怪。出来了，只是被人家挡掉。吼！刚刚那个也是他的大招啊，大招不容易出，那个时机不容易哦，他是很好转啊，只是那个时机，伤脑筋。
他把人从另外一道打过来的那个判定距离蛮长的，这点倒是蛮酷的。哎，大招，磨好，直接就被打掉。哎，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哇，打得很逊呢，虽然说我赢了，可是慢慢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有中哎，回败。哎，既然就这样，他一直换道，我把他打过来。不过这个就是要靠那个反应，他一过去要马上按，才能够把他从对象打过来。好啦，应该没问题了，因为最难的是刚那个 B can。好，加油了，这边都一样按掉了。哇，这样比较起来，我们长得很高大。哦，不是我抓他，竟然是他抓我。哎，刚刚那个是站起来的反击技。哎，啊！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我刚刚其实是一直要出他的潜在能力，怎么回事？气死人！又忘了，第一次有这一招在增加滞空时间。哎，让他打我一下。好了，有了。啊，没有，哎，没有潜在能力，至少也超大招来解决了，啊，结果潜在能力都有出出来，可是都没有打中人，伤脑筋。嗯，好啦，看破关画面吧，一个不熟的一道也能破台，也是蛮开心的。想要录音，不要录影的声音不要太杂，这个哦很闷热，感觉就跟他在练习闷汗一样。那就是拳击手，哇，他的衣服还 SNK， 还有那个 Neo Geo 还是什么忘记，他以前的那个 logo。哎，这个是他的助理还是他的教练？鼻子跟胡子倒蛮酷的。哎，这个背影是谁？该不会是东丈吧？嗯，这个有点像呢泰拳的啊，反正都是拳击的裤子。好了，不错。哎 ，Hope Fighter 而已，伤脑筋。好了，哎，打完也是 Game Over 啊。